那你们有讲吉祥话？有啊，这有蟑螂。讲什么？这有蟑螂味。成年的好不好？天回金瓜石，只有14度啊！天哪、啊，没有用 Mass Lan， 然后4K30，水平锁定。先除夕回金瓜石老家，然后来到这边，竟然是14度，因为没下雨，所以不会感觉到那个像东北季风那种14度的那么冷，还行。这是什么？白头翁，哇，一排白头翁嘞！这一排至少30-40只吧。喂，新年快乐！口罩戴上呢，故意的。左边的手举起来。这是天哥应有的态度吗？右边的把手举起来。妹妹把手举起来，妹妹把手举起来。哦，你在吃饼干啊？妹妹把手举起来，没有手呀？哦，小孩子有举手了。我也爱你哦。喜欢臭兔头吗？我也爱他，爱他不离。可以这么近吗？不行啊。像暖暖的光线，再靠近一点，再靠近一点，我和你就像蓝蓝的天边。我要更大的世界，装满不同的探险。我和你飞到蓝蓝的天边，我和你种下满满的花园。再靠近一点，我和你就像蓝蓝的天边，我和你种上满满的花园。
再靠近一点，我和你就像蓝蓝的天边。肩膀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看这个红包写什么？哇，猴年的红包哎！这是几年前的。哦。虎牛虎是配鸡的啊。猴鸡狗猪，所以是八年前的。八年前。没，你好。你好，那这个会增值啊。兔年生马羊猴，你要说这是六年前、六年以后的、六年以后的红包。对，刚刚看广告，那你们有讲吉祥话？有啊，这有张讲什么？这有张南伟，成年的好不好？跟那个成年菜脯一样，好不好？对，真的有张南伟，这个也有啊。哎呀，你有加爪咪？我看看，我看看，真的有加爪咪啊？啊，你慢慢，我不出来。对对，哦，有，我鼻子，我鼻子算不好的，对对。这个就是张南伟，你要记住，这个就是张南伟。那个是阿妈那边拿过来。从什么？是阿妈那边的。阿妈那边拿过来的哈。恭喜发财，好乖哦。恭喜发财，我讲。这个没有嘎爪位。对啊，我闻一下哦。他都是那个红包，嘎爪位。对啊。好乖哦，这个也是哦。你要说新年发财，你要说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要跟阿妈讲，新年快乐。钱包，快点啦！我明年就不给你了啦，再不下来。哦，先保，对对，先保下来是发红包给你的。等一下，快点快点。我要谢谢阿妈。好，好，谢谢谢谢。我包给你的。小五快点抢，小五快点抢。对啊，再给。我看你跟技能差不多。一样啊，一样。小兵，为什么你也要给啊？我有，我有，这是啥呀？这是那个菜包给他们。哦，是啊，是啊。先保，先保包我先。我安尼我听不懂啊。好，你丢你啊，好。我唔知。人伊拿包，人伊拿包。细汉在大只做汉，以后你安尼唔系你习惯咧吼。哦，再讲。你做你丢啊！你。过年啊，伊拿包讲少少少少，更加更加包正大。哦，无怪叫林依贤呐。饮饮嘛，饮不红啦。这，贤宝你要200块了，还是可以给你200块就好吗？不行。这里贤宝了，跟他讲生新年快乐。啊、我初五要回来吗？啊，看你呀、啊！看我，看你呀、啊！你要问我女儿啊？这给他给你的呀？你有跟他讲吗？好，那假币给假币。对啊，没有。谢谢。要皮包了。还有你自己的。你记得要特别拍一下，只有200块。200块。这我也不会用。对啊。新年快乐！恭喜发财！嗯，应该出吧？这是给妹妹的吗？这是给谁的？厉害啊！妹妹的，给妹妹的。对，我要自己拿吧，我要自己拿吧。妹妹的我拿啦，我是她宝爸，我要拿给她的。你拿给她，你妹妹要我给你还是姐姐拿给你？大家都很怀疑，为什么买房子呢？真的、哦，买房子丁埔，丁埔现在不便宜哦。对啊。对，丁埔算是土城哦。对啊。哦，那很厉害耶。好好财啊！好财啊！钱一般啊。我还没有。建议啊！哎，比我家贵嘞，那个红包我还还我。哦欸、我家才，你红包包太少，我家才300万，那我包你那么多干嘛？还没拿完，这不是每一个人赞助一件一个东西？对啊，100、100啊，就300啊。预售的吗？二十，但是实际就是
那你很棒，不太多。就那你先把你的历史弄出来。对啊，你缺什么你要讲啊。对啊，你列出来，然后一个一个买一件啊，对呀、啊。谢谢。敲我脚。因为永寿刚刚到底足久的。对啊，你千万不忘比我妈有钱，你都没。对啊，对，我们你爸妈都没可。对啊，我们这群里面房地产你家最贵了、啊。对啊。哇，看不出来嘞。那你有每个月算你要缴多少贷款吗？有啊，一个月要缴多少？2万5。我2万5，我一个月只要缴11000呢。你买多少房子嘛？我的名字、啊。要多你吧，哦，我佩服你，我输给你了，阿妈输给你，对啊，哇，好猛啊、哦！哎，阿妈输给你了，阿妈你这样子说了，说阿妈对啊，个性太强，比阿妈还强。1075，然后带1075大概带。比阿妈更加强，我多，我输我输，我也是输啊，输啊，太又七成没有七成。如果30年的话，有机会。没有，他差不多3年就可以还了。对对对，贷款只是的、啊，只是账目上需要做贷款这个手续了、啊。对，对对对。恭喜恭喜！所以你要那个把家电先开出来，对啊，你要去挑那个那家。主要讲啊。那买电锅我先上去。我家有台60寸电视。坏了，啊，60寸的嘞，夏天太热还等一下，还是红包比较实际，对，现在已经包了红包了啊，对了，20几岁就买，对呀，你看，这有车位吗？车位吗？没有，没车位，车位很抢手。以后如果有车位哈，他本来就没配，没有，以后如果有人要卖车位，能买尽量买，车位一定。一定缺的啊！你看，我们那时候只买一个，后来因为两台车又去买一个45万嘛。我们现在啊40万，我们现在社区车位好贵啊，有人已经开到可能快百了。对啊。你们那边也开到快百了，那还吧？我们以前车位是没有人要的。哇，那决定可以。对对对对，哈！哎呦，百万红包嘞！哎呦。哇！阿妈决定把他那台缝纫机拿给你了。乖乖，新年大家快乐。不过他那个28哦，是17平哦，其实那个价好大，不要啊！这个是你的红包给你的。为什么？红包，你的红包再送给你。所以你没有要自己去住？有啊，我自己要住。你现在一个月薪水多少？那你每天不是要喝西北风才会胖吗？对啊，不然怎么讲房贷？对啊，长得好可爱，再拿去，再拿去。哦，我所有的钱都给你，我都快哭出来了。对啊，被25000，然后都不吃不喝啊。对啊，所以才70%啊，不好意思。所以。他、啊、不过你住房子也是要。所以你刚刚那卤肉就每年要去年股票获利100万。你吗？啊。姐姐已经财务自由了。我哪有啊？姐姐，你财务自由了。